兔子，我现在来到羽田机场，我今天要在这里对游客们进行随机大调查，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回答呢？快点出发吧。今天的问题是，在东京打车的确比较贵，然后它的电车的话公司特别多，除了吉亚之外哈，吉亚都营的私铁很多，然后很方便，但是对于不懂日语的人哈，想换乘还是挺麻烦的，尤其是比较大一点的站，像新宿或者是涩谷，站也特别多，我就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到哪个站换呢，这就比较麻烦。然后我用那个 APP， 就是叫站内换乘吧，它那个话会给你说到哪个站换乘，但是具体你要走多远哈，它没提示。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背包客，可能恰好能赶得上，但如果带小孩，有时候你要走一些无障碍通道之类的哈，等一会儿可能就差那么几秒钟一分钟，肯定赶不上了就。我觉得主要困难就是不同公司提供的资讯是比较单独的，但是其实日本的交通是非常立体的，所以说需要有一个平台去整合。但我现在还是用的是 Google， 但是 Google 感觉不是特别及时吧，就是而且有很多最佳路线的选择，因为我不是在日本生活，所以我不一定能够判断它的路线是否是最佳的，所以的话希望有机会有一个整合的一个工具啊。地铁，交通。它好像有一些新的就做得很清楚，可是好像有一些旧的，就可以更清楚的感觉。而且它有一些急行列车那种，对，比较难，对旅客来说可能比较难。你们有用那些 app 吗 ？APP？ 有，会。所以就是那个什么转乘案例那个。换乘啊，对。对，所以这个也对应中文吗？还是你们会一点日文？他就是中文，他好像可以写语言。中文的。对，他就会写，但是就是稍微看一下说怎么打的。就还蛮清楚，这样就可以。要去吃东西的时候，有时候呢，他们不会讲英语啊，还是什么啊？那你要看那个 menu 啊，要有 English 啊，什么什么。那我有用自己的电话啦，拿来 auto translate， 可是有时候他的字啊不清楚啊，看不清楚，他就不能啊翻译啊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我觉得日本挺好的，就是，但是感觉和国内相比的话，就是现在这种支付方式没有国内那么方便，很多地方它还是只要现金，像什么支付宝啊、微信啊那些，它还是不能接受，这个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不方便。可以再问一下，比方说要收现金的大概是什么样的？吃饭的地方还是？对，一些小店啊，一些商贩的一些，但是那些也是，可能我们到了日本想去体验，或者说是会去体验去，消费的这么一些地方了。希望他们也可以再更加国际化一点。对，更加国际化一点，把一些微信啊、支付宝啊这种支付方式呀、多样化一些，谢谢。